是一个日出东方的王朝，他曾经雄姿勃发，屹立于世，是他缔造了一个民族的光荣与尊严。这是一个苍凉日落的王朝，他曾经丧权辱国，山河破碎，是他留给一个国家最深的伤痛与屈辱。当296年的兴衰荣辱、风云变幻，逐一的成为过眼烟云；当12位皇帝的文治武功、命运沉浮，渐次的成为远去的背影。我们回首曾经的这样一次历史之旅，却依然会诧异于仍有如此众多的疑团与玄机未曾得解。我们重温曾经的这样一次心路历程，却依然会无奈于12位皇帝面孔的模糊与人生的粗略。那么，作为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，12位皇帝的家庭生活究竟如何？他们神秘的后宫从未向世人开启，那里究竟有着多少妃子和宫女，有着多少皇子皇孙？那里究竟又有着怎样一种制度和等级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走进清朝12位皇帝的神秘后宫，再现紫禁城里那个鲜为人知的所在。百家讲坛正在播出。热心的观众通过信函、电话、网上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大约有100多个。这100多个问题啊，不可能通过很短的时间做回答，我把它分析综合了一下。下面讲皇帝后妃。清朝皇帝的后妃啊，在入关之前，因为他属于草昧，没有严格的制度。努尔哈赤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叫福晋，福晋是满语。那福晋怎么来的呢？有人查了一下，是从蒙古语怎么借来的。那福晋本来是什么意思？有一种说法就是汉语的夫人，译成了蒙古文或者满文就叫夫人，叫福晋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还有别的说法。所以努尔哈赤的时候，他不分皇后皇妃，就是大福晋啊、继福晋，就这么来排顺序。努尔哈赤16个福晋，他就这么排，没有严格的后妃制度。皇太极的时候，到崇德元年定了一后四妃的后宫制度。那他定了一后四妃呀、一后四妃之外的那些夫人怎么来排顺序啊，也还没有严格的规定。顺治入关之后，吸取了明朝的后妃的制度啊，比较明确了一点，但是一直到康熙朝才把皇帝后妃的制度确立下来，一直到乾隆逐渐的完善。皇帝的婚姻从来就是备受万众瞩目的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更替中，这样的婚姻已经日渐地脱离了最初的含义，而涂抹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。自中国封建王朝诞生之日起，王朝的后宫制度就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须臾不曾分离。那里同样有着森严的等级，同样有着复杂的礼仪。那么，大清的皇帝是如何为他众多的后宫佳丽排序的？他们各自又有着怎样的名称？后妃等级很复杂。秦始皇据说是后宫佳丽3000，怎么排等级啊？汉唐的时候，
后妃的等级大体上排24级，明朝简化了排成12级，清朝就又简化了，大概分这么几级：一、皇后；二、皇贵妃；三、妃；四、聘；五、贵人；六、常在；七、答应。还有一些没有名堂，有学生也算，实际上是更复杂一点。他有规定，皇后居中宫，统摄六宫，就后宫事情归皇后总管。下面就是皇贵妃、妃和嫔。清朝的后妃啊，分别居住在东六宫和西六宫。这东六宫、西六宫今天仍然存在，大概顺序是这样子：东六宫、景仁宫、承乾宫、钟粹宫、延禧宫、永和宫、景阳宫；西六宫、永寿宫、宇坤宫、储秀宫、启祥宫、长春宫、咸福宫，都各有太监宫女来服侍，分别居住。那皇后、妃子伺候他们的人主要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宫女，一种是太监。宫女明朝的时候很多，康熙他说他问过顾明的太监，就原来在明朝皇宫做太监的，清朝的时候还在做太监，他说明朝皇宫太监10000人，宫女10万人，因为供应饭食照顾不到，日有饿死者。现在一般的学术界认为这个太监说的数字可能大了一点啊，可能估计过多了一点，但是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明朝皇宫的宫女和太监是非常多的。大家看故宫地方很大啊，如果10000个太监、10万个宫女，那里面住大概房子很拥挤啊。清朝宫女减少了，减少在多少人呢？到康熙、乾隆的时候，大体上3000多人。啊，有一个说法叫做“够不够3600”，就大体上3000多个宫女。后来逐渐减少，光绪的时候人就比较少了，1900多人。这些宫女在伺候皇后、贵妃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，有配额。皇太后宫宫女12人，皇后宫宫女10人，皇贵妃宫女10人，妃嫔宫女8人，依次递降。这成千上万的宫女究竟从何而来？是出自皇族，还是选自民间？在他们进入紫禁城，成为妃嫔、成为宫女之前，究竟又经过怎样的挑选？宫女怎么来源？其中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选秀。就是选8旗优秀的女子到皇宫，一般的来说14、15、16这么一个年龄，
先造册上报。两种，一般的八旗子女是三年选一次修女，内务府所辖的是一年选一次修女。被选的秀女啊，就到生母门外，开始要家长陪着，陪着也很不方便，后来提了很多的意见，后来皇帝恩赐是每一个修女给一两银子好雇车，拉到这个生母门外，经过初步的检查啊，算面试吧，啊，选了合格的再到生母门里，再经过层层检查，最后由皇帝选定。那宫女的出路呢有几种，一种是皇帝看上的啊，就选在皇帝的身边啊，做答应、做常在、做贵人等等，任皇帝的喜欢和不喜欢来决定他的命运。另一部分就是皇帝指配给他的子孙，或者亲王的子孙，给他们做妻或者妾。还有一部分就在宫里头做服务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宫女岁数太大了，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允许出宫。这个制度执行的也不是很严格的。在中国王朝历史上，不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且也同样是一朝天子一朝妃。皇帝驾崩之后，他身后所遗留的众多妃嫔该何去何从？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？皇帝死了怎么办？皇帝死了，他有儿子，他自己是皇太后，这个还可以。其他的呢，就是太妃、太嫔，就加一个太子。这些人怎么安置？主要住在几个地方，一个是宁寿宫、寿康宫、慈宁宫等，主要住在这几个宫殿里头。集中居住。皇太后、皇太妃、皇太嫔，大体住在一个院里头，跟着这个皇太后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太妃和太嫔呢，有时候是很小的，有的太妃和太嫔十几岁啊，就守寡了。所以他们住在这个慈宁宫呢，俗称叫做寡妇院。十几岁做太妃，一直熬到死，是很难熬的。而且还规定，就是太妃、太嫔和底下继位的皇帝，不能随便见面。什么情况下可以见面呢？就是太妃、太嫔答应常在等等，和新的皇帝必须双方年龄都各过五十才可以见面，就一方面过五十不行。你皇帝就可以过五十，五十一岁，那个太妃可能才十六岁啊，也不能见面。这慈宁宫我去参观过，现在不开放。慈宁宫里头，慈宁宫还有个慈宁宫花园，没有假山，路是既平又直。因为太后、太妃年纪大了，走路不方便，你忽高忽低，一会儿过桥，一会儿爬山，她就容易摔倒。体力也弱，所以他的花园
就是很平坦，路也是直的。这里面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佛堂多，里头有大佛堂、小佛堂，亭台楼阁也都设了佛堂，整天是香烟缭绕，经声朗朗，诵经烧香来消磨时间，以度残年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到乾隆的时候，国富民强，说乾隆母亲过60岁大寿的时候啊，献99寿礼，每一样九种，每一样九种都是最珍贵的国宝，歌舞升平。后来不行了，后来一个一个卖国条约，一次一次赔款，政府的财力不行了，大清帝国国库拮据，私民宫内一片悲凉，赏面的银子不够了，有的太妃太聘生活很困难，在里面做着针线活，让太监偷偷的拿到宫外卖点零花钱补贴生活，可见这个时候后宫之困难。后宫里面最高地位就是皇后，皇帝死了之后啊，新皇帝的母亲是皇太后，这是他们后宫地位最高的。那么皇后、皇太后都有徽号，皇帝不是有庙号、有谥号吗？皇后、皇太后也都有徽号，这徽号字数也很长。我以庄妃为例，庄妃的这个徽号，孝庄的这个谥号很长，是这样的：孝庄、仁宣、诚献、共仪、至德、纯妃、与天、启圣、文皇后，一共17个字，很难记呀。但是有两个字是属于孝庄，孝庄这个孝字是所有的皇后谥号都在个孝字，这是共同的，不是他个人的。孝庄那个庄字是他个人的，他做庄妃的是庄，做皇后是庄，太后还是这个庄，这是他终身的。最后呢是文皇后那个文字，那文字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啊，说明他的丈夫是文皇帝。文皇帝是谁？就是皇太极，就是他是皇太极的妻子。第一个字定他的身份，最后那个文字是定他和谁是夫妻关系。所以大家不要记那么多字，就记两个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其他的皇后都是这样子。刚才我说过了，皇帝的谥号是死后封的，那个皇后的这个谥号也是死后封的，活着是不封。所以孝庄啊，他死了之后才封了他这个谥号。所以电视剧就不能说孝庄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谥号是什么，所以电视剧说我孝庄如何如何，那是不可以的，你活着你还不知道呢，这个努尔哈赤活着说我太祖高皇帝，那是不可以的，你还不知道了。在诸如孝庄皇后这样的第一夫人所统领下的后宫中，不仅有着众多的妃嫔、宫女和太监，也还有着皇族的重要成员，那就是皇子和公主们。在清朝的宫廷里，皇室的后代无论是其爵位还是他们的地位作用，都与以前的历代王朝有着很大的不同。那么这其中究竟有着哪些特别之处？清朝的王室究竟又有着什么奇特的名称呢？
下面讲皇帝子女，先说他的子，再说他的女。清朝皇帝子分宗室和爵禄。什么叫宗室？什么叫爵禄？是努尔哈赤的父亲以下，就是努尔哈赤的兄弟跟他的子孙叫宗室，他们即皇代子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以下子孙叫觉罗，记着红带子，这个是不能混的啊。在清朝记黄带子就是黄带子，记红带子就是红带子，不能混，不能混淆，个别有例外。这是这个宗室和觉罗。宗室它也分级，这个爵位啊分级，分十二级。头四级就是亲王郡王，贝勒贝子，这是四级，每一级都是等个森严的。后面五六七八还是四级，后面四等就是正国公、辅国公，不入八分正国公，不入八分辅国公，八分就是八份。当年在关外打仗的时候啊，努尔哈赤打仗是吧？打胜了之后，把那些东西分八份，一个旗一份再分。不入，那你不够这八份，你就别参加。后来就变成一个固定名词，入八分，不入八分，就是八份。这是五六七八，九十十一十二就是奉国将军、奉恩将军，也是四个，合一块是十二等。皇帝的皇子一般的是十五岁，大体上啊，十五岁就成年了，就是指婚结婚。分府，你是亲王就亲王府，啊，郡王郡王府，贝勒府、贝子府，分府。就搬出皇宫住了，但是有例外，个别的也可以住在皇宫。因为乾隆，乾隆就住在重华宫，啊，那里面那个漱芳斋是布置很好的，哎，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清朝的皇子和明朝不一样，明朝皇子封了亲王等等，是一律不许留在京城，都要到外地，叫封藩。清朝的王一律住在北京，在北京开府，这是个很大的不同。明朝的王不能领兵，因为明朝皇帝经常闹政变，闹宫廷政变，永乐就闹宫廷政变，所以他这个王不许带兵，不许离开驻地，出城都要请示皇帝许可才可以。清朝的王不是，叫出将入相，还可以做军机大臣，做议政王，做摄政王，明朝没有。那么清朝这么多的王，我算了一下，清朝的皇帝的儿子是113个，这么封下去也不得了啊！所以他想了个办法，啊，叫做帝将。亲王的儿子封郡王，郡王再往下封是贝勒，贝勒儿子再往下是贝子，一代一代往下降。因为当时他考虑到大清王朝亿万思年呐，要万岁一万年呐，这一万年他这王就不得了了，所以要一往下降，降到最后叫闲散宗室，就没有爵位了，这是一般情况。有的例外叫做世袭罔继不降，
八个部将。这八个呢，就是李亲王代善，郑亲王济尔哈朗，瑞亲王多尔衮，裕亲王多铎，肃亲王豪哥，还有靖锦亲王尼堪，还有两个郡王，一个是克勤郡王岳托，还有一个是顺城郡王乐克德辉，就是六个亲王两个郡王，当年开国的时候他们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所以他们就是世袭罔替，就是亲王有一个人继承还是亲王，一直到清朝末年始终是亲王。这八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和郡王俗称铁帽子王，这么来的。另外四个亲王世袭罔替，一个是义亲王韦翔，就是帮助雍正取得皇位那个，恭亲王奕欣，醇亲王奕轩，庆亲王奕匡，这四个亲王世袭罔替。所以清朝世袭罔替的王，前面是六个亲王两个郡王，后面是四个亲王，一共是十二个王世袭罔替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亲王，其他的还其他不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继承亲王，只有一个。清朝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只有宗室才可以做亲王，宗室里头做亲王也是很不容易的。我看报纸登了一篇文章，说某一个人是慈禧的娘家的后裔，哎，他一上班别人就说亲王驾到，哎，他下班要走啊，也喊一声亲王再见，这当是玩笑话了，不可以，那拉氏不能做王也不能做亲王，慈禧的父亲睿宗仅仅是个称恩公，公侯伯子男那个公，慈禧的弟弟啊，桂祥赵祥后来承袭一个公，所以清朝的王是很严格的，但是开国的时候例外。你比如三顺王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他们封王啊，那是开国属于例外，正常封王就必须是宗室啊，君王都不可以。正是如此严厉的管束，才得以使清朝的皇子们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，这也为大清王朝296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在这个男性的王朝后代中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许多侧身其间的女性身影，她们不为人所熟知，她们不为历史所重视，但她们依然有着跌宕的命运和沉浮。她们是谁？作为皇室的女性，她们的人生，她们的婚姻究竟怎样？再说说皇女公主，皇帝的女儿称公主，但是入关前不是这样，入关前不叫公主，其实叫格格，入关后有清称明治，皇帝女儿就称公主。清朝十二个皇帝，公主一共是82位。说到清朝公主的时候，有人提这个问题，问说电视剧里说康熙的女儿公主下嫁给噶尔丹，问我有这回事没有，我说没有，康熙的女儿不可能
下嫁给噶尔丹。说电视剧还说本来想让他这个公主下嫁给李光地，哎，后来又改嫁，又改了主意了，又给了噶尔丹了。这个也不是，清朝的公主不下嫁给汉人，但是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，啊，皇太极的一个女儿下嫁给他了，这是一个例外。后来底下我也还说到他，满汉不通婚呢，皇帝的女儿更不能跟汉族通婚呢，所以皇帝的亲生女儿下嫁给汉族，除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以外，没有别的例子。清朝的公主分等级的，皇后生的女儿称固伦公主，其他妃啊、聘啊等等生的女儿称活硕公主。固伦公主的待遇相当于亲王，活硕公主的待遇相当于郡王。亲王不得了啊，亲王年俸银白银10000两，郡王5000两。这个公主啊，在皇宫里面不像我们百姓想象这样子啊，他母亲对皇子就比较亲，对公主就比较疏远。有的书说公主生下来到出嫁能见她母亲也不过是几十面，主要是保姆把她带大。清朝公主的结婚年龄偏小，最小的是10岁，一般的是12岁、13岁、14岁虚岁啊。公主结婚之后，很多人的命运我觉得是不幸的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你比如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有8个女儿，老大老二结婚早一点，因为他刚起兵啊，结婚早一点。从老三到老八这6个女儿，我看了一下全是不行的。我举几个例子啊，诺哈赤3个女儿叫莽古济，先指婚给了哈达部的一个贝勒，不久就死了。这个女儿又改嫁成蒙古一个人，因为莽古济他的哥哥是莽古尔泰，莽古尔泰跟皇太极发生了冲突，后来莽古尔泰就暴死。因为莽古尔泰是跟莽古济是同胞，牵扯到莽古尔泰，也牵扯到莽古济，莽古济就被杀了，皇太极就是被杀了。这是老三。老四是这木库什，嫁给了乌拉贝勒乌占泰，乌占泰就虐待他，最严重的时候用鸣笛带响了箭要射这个木库什。努尔哈赤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，就亲自带着人到乌拉部把女儿领回来。所以他这个4女儿结果也是很悲惨的。再说他这个老五，努尔哈赤这个第5个女儿嫁给谁了呢？嫁给他那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依都的儿子，叫达乞。当达乞就成了额驸。这达乞呢是骄傲跋扈，因为他父亲是开国大臣，他岳父是努尔哈赤，自己是额驸。额依都就看不惯，有一天额依都把他的儿子都召集一块喝酒，
酒过三巡，阿逸都盘而起，宣布说妲己啊骄横无礼，将来不仅败坏家风，而且又败坏国门，把他推到一个屋子里头，拿被褥蒙住，累死了。这是诺哈赤的姑爷啊，给累死了。阿逸都觉得事情大了，把额驸给杀了，阿逸都就到诺哈赤面前请罪，把这个原因说了。诺哈赤是既惋惜女儿守寡了，又赞扬阿逸都为国之忠，没有处罚。诺哈赤这个第五个女儿，丈夫死了，她很可怜的，她17岁就死了。我再说老六也不信啊，也是他父亲指挥的，他的丈夫是27岁死了，他自己才活了36。再说老八呀，15岁结婚的，他丈夫28岁打仗的时候阵亡，也是年轻守寡的。这是诺哈赤的金枝玉叶，我举了这6个例子，可以说这六个人个人生活都是不行的。皇太极呢，情况也相似。身为皇家的金枝玉叶，清朝的公主们理应享受着他们的荣华富贵，命运对他们似乎应当是格外垂青的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在他们的生活中，在他们的婚姻中，也同样有着苦痛与无奈。清朝的公主一共有82个人，包括刚一生下就死去的不算，到了结婚年龄的一般的是虚岁，13、14岁结婚，结婚之后到了驸马，到了额驸家，哎，和这个公婆分居，分开居住，因为他要单建立公主府。公主和额驸之间不是住在一块儿，住在外室外面。公主不宣召，额驸不能去。公主宣召还要通过她那个管家婆来宣召，有的书说公主得花钱，额驸也得花钱，买通那管家婆同意，才可以把额驸招到这个公主这个屋子同床共枕一次。所以清朝的公主在皇宫来说是金枝玉叶，出嫁之后，特别是很多人嫁到蒙古地区，个人的生活是很不愉快也很不幸福的，很多人过早死亡。总的平均年龄就是这82个公主平均年龄36岁，基本上都是在60岁之前故去的，过60岁的极个别的。再一个特点就是公主的婚姻全是指配，全是政治婚姻。清朝对公主的管教应当说也是比较严的，所以清朝没有打金枝的那种戏啊，没有啊。公主出嫁之后啊，在额驸家对待公婆是很讲究礼法的，虽然公婆见公主的时候要用见皇帝的礼节，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公主对公婆是很尊敬也很孝敬的，不是刷公主的脾气跋扈
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应当说呢，清朝对王子和公主的管教都是比较严的。在大清王朝的宫内宫外，一代又一代的官员维持了大清296年的江山基业。那么，清朝有着怎样的官僚体系，竟然可以维持如此漫长的统治？那些身处内宫的神秘官员，在太监的名称之下，他们真实的生活与命运究竟怎样？同样，身处宫廷深处的皇帝们，他们的死也常常不明不白，充满神秘与疑惑。那么，他们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下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关注《百家讲坛》，清朝的官员与皇帝的末路。千古绝唱《红楼梦》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。1971年，北京西郊香山地区正白旗村39号院，曹雪芹提笔诗的发现，震惊了整个红学界。一时，曹雪芹晚年是否在香山地区生活过，成为学界关注争论的焦点。原曹雪芹研究会会长胡德平精彩讲述曹雪芹的创作思想。